神舟十四号乘组出差半年的生活，无论是天宫装修队、宇宙打工人，还是太空生活家，他们的窗外啊，永远是那颗蔚蓝的星球。他们的心中更充满了锦绣山河。此前，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网就曾发布过一个视频，就叫《窗外是蓝星》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换个航天员视角，透过舷窗去看看壮美的地球。建造中国空间站是几代航天人的梦，也是千千万万中国人的梦。非常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，给了我们人生出彩、梦想成真、与时代共同成长进步的机会。太空出差半年，我最期待的就是问天梦天试验舱与核心舱对接以后，太空家园建成的那一刻。不久，中国的太空家园将在我们手中建成，我们是多么的幸运，更是多么的幸福。非常感谢大家的关注，我会一直心怀山海，眼有星辰，永葆初心，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。工作之余，我也会尽情地领略太空的美景，拍一拍美丽的地球和伟大的祖国，看一看长江黄河，找一找亲爱的家乡。我们乘组一定会以满格的信心、满血的状态、满分的表现，坚决完成任务。